沿着美丽的海岸线沙滩上，看起来像在寻宝。民众两人一组，戴起手套，一人拿着塑胶袋，另一只手拿着夹子，捡起大大小小的垃圾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前进海滩。29号由暨北北投联合举办春季无痕净溪滩活动，民众一起在海岸边动手净滩。新北市以石门的老梅绿石潮沙滩为中心，环保局长陈大为领军下，参与民众卷起袖子清理海洋废弃物，一起来净滩，一起来爱护这个地球。每年422地球日前后一周办理春季净滩活动，号召民众一起实践环保。新北市也鼓励民众更容易的进行净滩活动，想进就进，三五好友如果到海边来踏浪的时候，想要进滩，我们可以到新北市沿海42个进滩合作社去借用进滩工具。另外除了进滩外，29号新北市也出动了水环境巡守队，针对淡水河进行检测作业，希望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